我入咗行之后又经历过好多、金融风暴啊、雷曼啊、沙士啊，都会经历咗。咁你 freelance 嘅 job 好自然就会好唔稳定啦。我又唔系好想专注喺一个节目度，见到有个樽颈位嘅时候，其实就会开始谂其他嘢点样可以发展。